12月29日，杨幂的闺蜜晒出一张与杨幂的合影，配文情侣装同框了。终于，照片中两人穿着黄色的情侣装卫衣，亲密的依偎在一起，杨幂将头靠在闺蜜肩上，十分幸福。网友评论到，左边的那位杨小怂真的好粘人啊，密室乖巧，高举猫咪大旗。杨幂1986年9月12日出生于北京市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、流行乐歌手、影视制片人。2005年，杨幂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就读。2006年，杨幂因出演金庸武侠剧《神雕侠侣》而崭露头角。2008年，杨幂凭借历史剧《王昭君》获得了第2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女演员奖提名。2009年，杨幂在80后新生代娱乐大明星评选活动中，与其他三位女演员共同被评为四小花旦。